我有回音，等一下哦。百多多安安，哇，你都是第一个哎，好扯哦。好扯啊，多多，我都第一个。宁宁安安 ，Joko 安安，郭喵安安。恐鬼都还没更新哎，消息哎，好烦哦。早内啊，反正是泰拉瑞亚又有说要更新东西耶，小更新呐、啊，但是更新什么不知道。听到青年男男农场泰拉咳咳，你还在懵懵什么？我今天又去了淡水一趟哦，脚要烂了。真假？对啊，小他只是小小更动一些东西，小小更新都没有大更新呢、啊，可能多加了几样东西。Sora 安安，寻找消失的白金吧，怎么找？点不了。愚人村啊，愚人村哦，等一下换武器。换武器有枪支，选择青烟就好，不，我就是要讲令刀青烟呢。讲令刀青烟很棒啊。好，拜拜。那声音怎么那么大、啊？好热哦！不用拜拜，我会一直挂着。没有啊，就去忙啊，没关系。但我带错武器，哎呀喂啊，妈咪呀、啊，带错武器啦！是不是星期四？星期四什么东西？星期四。走星期四，哦，月亮弯弯弯弯，更新，你是说哪一个啊？恐鬼还是泰拉？哦，当然是希望恐鬼镇啊，不然已经不知道玩什么了。啊、我怎么带这把枪？红鬼哦、喔，我不知道哎、欸，我但希望早一点啊。越早更新，炸越开心啊！啊，怎么会带这把枪啦？这把枪是要抓毛线哦、喔！哦哟，我在干嘛？哎，独挡，可是独挡啊，来不及了，在愚人村。所以我不知道星期四是不是要往后一天。好、哦，对耶，太平洋时间呢？但我好热哦。
啊，好热哦！好烦。关于我带错枪，是否搞错了什么？我们想拿个小网子打鲨鱼的。莉莉安安，然后马同学安安。操你妈咪哦！去你的喵！啊！不是哦，其实我也现在还很呛哦，其实没有睡什么啊，喵，今天没什么睡，然后又去淡水，喵，啊，不过有吃寿司啊，但是也吃不多，啊，我吃了特浓乌龙面，还有什么特什么超哎，就是比较浓的豚骨乌龙面，那乌龙面好小哦。喵！你想吃寿司？哎，等下次有柯南的时候，我们约吃寿司，好不好？我也开始想要柯南的周边了。喵。喵，那你管很多耶，喵啊！喵呢？那你屁事？你管我？你给我管，喵！我想晚点我就去拖啊，荧幕分享一起来玩一二 Switch 啊！你就不要给我跑啊，喵！就你啊，你给我把手举起来啊，喵！你上次柯南都没中，哎，上一次是前一次吧？前一次那时候没人陪我吃寿司，喵，奶吐司安安喵，这次小心很多人中，我这次只有丢十盘没有中，哎，他动画有变欸喵，这次看到他动画有那个有新的喵。好像打靶跟捞金鱼吧，喵。哦，原来喵。你每次去都有中，你吃几盘？我只吃十盘啊，没办法。啊，食欲没有以前好了。他想到还是因为夏天，夏天的关系，喵。不是有联名就有新的吗？我不知道欸，我不是你那么常吃。等一下要私下玩什么喵？没有啊，就是没有啊，私下就一样继续玩，就自己玩这个啊。你是说兔窝？看开到几点吧。如果又开到12点之后就不去了，开到10点后可能会玩一下喵。
搞不好是玩神界啊，干，对吧？搞不好玩神界啊。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吃40盘只中了一次吗？那时候是我们几个人，我们六个人喵啊，吃了40几盘才中了一个。然后还为了中吃那种一盘特那个两盘哎两盘一罐的那种特别贵的，吃一个寿司等于两盘的那一种。五盘就中，有听里面的人是说平均就是25盘中一个。那可能你刚好是刚好吃到就是人家的20盘，那你是第25盘的中的。60个人才40几，干，你以为大家都吃很多是不是？你以为每个人都有办法一个人吃十几盘是不是？有些人是啊，那些不想吃太多省钱好吗？可以加点盘子，你可以跟隔壁的弟弟妹妹要盘子啊，对啊，你可以买盘子就好了。啊，干，点错了，马同学又是你，每次都是你。每次出事都是你。好的啊，你可以请人，就九口啊，九口上次一直请我吃寿司，说他想玩啊，那他要吃不下，我就帮他吃啊。我就那时候吃了一大堆玉子烧，吃了一堆玉子烧。抹壁壁没啊，我就吃很多啊，那时候我不是猛吃吗？什么今天30？什么今天30？哎，冰河区哦，我要怎么打？明天才初一哦，明天鬼门开对不对？可是7月半鬼门开吧？怎么今天看一大堆是说今天鬼门开？感谢发咯。阿旺，人类那件衣服看起来好温暖哦。你进去帮我找哈丘，哈丘。哎，我还没有。北蘭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没有子弹啦。李轩安安，不用说，残局都给戴夫收拾。爱吃吃安安，我想一下，我昨天还今天看到你在谁的台？等一下哦，镜子吗？还是谁？就也是
我有揪过去的，但是忘记是谁的台。哦，对对对对对，那那没记错。我、哦、靠！哎、欸，这有来过啊！我现在要去哪里啊？果然一个游戏不能太久没玩哎、欸，忘光光。你看是今晚开，对啊，是今晚啊，所以一大堆就是赖贴图吧。就是跟鬼门有关的贴图，就是今晚一次上架。爱查德安安，而且听说今年的鬼门开啊是最凶的一届，为什么我知道嘞？没办法，看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哎、欸，哎、欸，白痴哦、喔，下面门爆了。刀金子是不是转账？不是，你只是把钱汇过去而已，不是？哎、欸，也算是转账了。对对对对对。怎么尸体？大玩具，大玩大王具组虫，一群以深海尸体为主角的旅行。No. 要拍什么？同时拍到三只。怎么样？一天可怕的事情没有啊，就是今天鬼门开啊，今晚啊。乃是。那什么东西？啊，有毒，有毒，有毒。阿拉斯加鳕鱼啊，这个不就是麦当劳的吗？样，我，海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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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海马。你、欸、啊，这不是你、欸、对啊，这里来过了、欸、啊，我还要来干嘛？嗯，又是要忙碌的节奏了。对啊，哎，中元节啊，不过换个角度想，你们可以去啊全差福利中心或是美差社啊，反正就是有些中元节的礼品什么的，哎，买那边的饼干包哎、欸、组合包什么会比较便宜，可以买来吃。李子安安，对不对？可以买好吃大碗哦。 Joko 拜拜，我工作会忙爆、欸、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啊、你在帮忙转账吗？不要啦，好有没有武器啦、欸、看起来好可爱啊、喔。
在哪里啊？我捅你啊啊啊！捅死你啊！好了啦，那个带武器在那边一直北极贝壳。哦，这是什么？冰枪。呜呼呼呼！做市场想吃饼干，哎、欸，我也想哎、欸，那种澎湃包最开心的，对不对？那种都有一大包，里面有五六包，啊，每次都很便宜的哦，超爽的。有时候 QT 很团，对啊，全太太太安安，全太太安安。你知道有时候都准备瞄准了，那 QTE 就直接跑出来了，都不问我。哎、欸，请问你要 QTE 了吗？我、哦、没有，我打得正开心啊，直接 QTE 跳出来。我直接干啃。哦，对啊，也、欸、很爽哎、欸。直接当科学面吃，饭店。反正泡面都是已经先炸过的，可以吧？还是等一下我们要来煮泡面？各位，煮泡面游戏是不是又是不是又？哎呀，要是不是又想玩了？满汉大餐，哎呦呦呦，不好当科学面。不会啊，好了啦，回去，我要抓这只，你回去。我要抓这只，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我快可以抓到了啊！放一点，啊啊啊啊！元宝巧克力那很难吃，什么元宝巧克力呀、啊？还有金币金鱼巧克力呀、啊！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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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嘎了！要嘎了！跑！哪有那种巧克力难吃死了？塑胶哎、欸，那个是塑胶巧克力哎、欸，哎、欸、不是啊，怎么那难对啊？那种就是大过年的特别便宜啊，而且怎么会在中原普渡用元宝啊？不对吧？中原普渡怎么是用元宝？是不是不对啊？我本来昨天要一个人玩 Switch 那个一二 Switch 解锁那个嘛，可是当我一打开，我发现啊，好懒哦，不行哎，一个人玩这个也太难过了吧。一二，边缘人。其实那种元宝巧克力跟一般巧克力融化时间好像不一样，不是哎，那个是品质比较差的巧克力哎。那种很容易表面就油化、欸，出油。
那种不算是个巧克力耶，不算像香菜啊，恶心。纯颗颗子，对啊，就是吃油啊，它就是提炼出，它就是剩下的那种比较难吃的巧克力拿来做的啊。我不确定啊，我觉得对，我觉得它那个其实不是巧克力耶，它那个完全就是在吃，哎，我反而我那时候不敢吃巧克力的原因是因为我吃就是吃元宝吃金鱼的金币那种巧克力吃到头很晕，我感觉那个每次到了过年为什么头都特别晕，就是因为吃那个巧克力。巧克力味的蜡烛，对啊，就是在嚼蜡啊，为什么遇不到？哎，白金在哪？红源？还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元宝巧克力的成分，是不是这里啊？这个感觉可以丢东西下去呢，对不对？没意义。给你外甥吃哦，肯定给哦，跟你讲，没有，我外甥跟外我没有，我外甥我不知道，但是我外甥女她很爱吃巧克力，她早餐没吃巧克力，她是绝对不会，她就是绝对会不开心的，我应该丢给她吃啊，没有，那再来是因为她很挑巧克力。你没玩过这款，那是谁玩过这一款啊？你要直接贴上来吗？你可以贴啊。哎、欸，过不去哎、欸。那、啊、白金在哪边？它的主要成分是牛奶巧克力，可可含量低于 5%。除了可可含量低以外，便宜的巧克力的油也不一样。早期会以氢化植物油多于可可脂油。哦，对啊，就是它几乎不会化掉啊。它很难吃，就像大波露其实也不好吃一样啊。大波露巧克力，除非是拿来做东西吃啊，不然直接生吃大波露的话，头也会晕。没有，你买一大堆金币那些，它搞不好吃一两口就说不吃了。至少比元宝好吃，那我们当然不能现在是比烂的啊，比挑烂的，对不对？我们当然不能现在就是挑谁最烂啊，反正都不好吃。拢无好食，结果我中午钱吃光了。你是哎看到了，你是不是没东西吃吧？你怎么在这里？欸，他做错了欸，这个白金的旗应该是扁的，他怎么做成直的？你又是你，臭章鱼，你在干嘛？南极章鱼，哎，怎么又是追章鱼游戏？可恶，可恶啦！年轻人不讲武德，虽然说我以前有吵说要吃汉堡，但是亲戚都说你把这元宝巧克力吃完就带进去。
看来我还是有良心的嘛，你看，我是用解救哦。我也说了吧，我之前就是在公司遇到，就是中老鼠不是一直咬那些我们的商品嘛，咬到真的是我们很烦。可是真的抓了老鼠之后，我又不敢，就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只是肚子饿想吃东西，然后又痛下不了杀手啊。我过年只吃沙士糖之类的啊，对，沙士糖。欸，可是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喜欢吃沙士糖，然后闻到大人的槟榔味，很像沙士糖，于是我就吃了一口槟榔，我整个头晕，我整个就是好像晕倒吧。因为我觉得槟榔的味道很像沙士，然后我就很大口的吃下去。说到柑橘糖，那个谁，优酷，你知道黄金糖吗？黄金糖中间不是有梅子吗？角鱼说他很喜欢吃这个。然后我那天在逛那个干妈店的时候，有放梅子的，好像多少啊？80块。没放梅子的黄金糖要60块。他说差太多了吧？怎么会那么贵啊？我说啊，人家放梅子啊，你是白痴哦。哦，对耶。你买给他吗？我有说要买啊，他说不要，他说不要让我花钱。虽然我还是有偷偷塞东西啊给他。我以为他都没放，为什么那么贵？哦，他那时候是说为什么这个梅子的那么红？我就说啊，人家就放梅子，你是白痴什么？你家宝贝小鱼真的是很欠人打、欸、啊！而且他还威胁我说，你看，就只有我会来找你，你再不好好珍惜，就没人来找你了哦。我说你再讲啊，你再讲啊，你再讲啊。那其实我那天是48小时没睡觉，又怕说我错过他那个让他等嘛，然后就是没有及时去接他那样子，然后我就有那种啊算了算了不睡了不睡了不睡了，然后就提早出门啊什么的。啊，我就是那天回家之后，我的左脚拇指受伤，就是裂开，应该是鞋子不合了啦。单色软弹就是那个啊，好像三角形的，对不对？黄色、白色、红色吗？对吧？黄色、白色、橘色吧，三角软弹吧，还是什么的？哎、欸，我真的不是说不能吃软糖，我是不喜欢吃软糖。我觉得我吃软糖，我头也好晕哦。我这人真的好麻烦哦。等一下啊、哦，我的皮掉了，是长方形的。我想说奇怪，我怎么睡着了 ？Let me go， 我终于了。等一下哦，我的手机怎么关机了？已暂停充电功能。等一下哦，怪怪的，怪怪的。没有，很多东西因人而异吧。有些人觉得香菜好吃啊，对不对？还有香菜软糖哎、欸，你知道还有香菜糖这个东西吗？请不要拿那个给我吃好吗？我是很尊重吃香菜的人，但是不要拿给我吃。我不会说香菜是吃草啊，好吗？谁要再见了？拜拜，谁 ？There we go。
哎、欸，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知道你好不好吃。哦，香菜哦，对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原来现在才快八点哦，所以我提早一小时开台哦。啊，我以为现在八点啊，白痴哦！综合水果染糖吗？是哪一个牌子啊？小熊软糖那一种吗？我以为八点的，我才开台的。啊，原来刚刚的闹钟是七点的闹钟，我以为是八点呢。哎，我们重新开台啊，重新串流。我要让你们有开两次台的幸福感啊的错觉。健康糖被骗是 NN 巧克力啊！不是有人会把药当成 MN 在拍吗？就说压力好大，真的好辛苦，然后用黑白色的那个啊灰阶的 MN 巧克力来骗人，真的好辛苦，真的好累。我想说，在看番茄上面突然跑出教主，想说今天 是跑出哦哦哦，我刚刚在看他打咯啊，一点进去。但先什么什么先休息一下，我想说好啊，我点进来就休息啊，太好了。哎、欸，不过九口上次哎、欸、是去啊前年那时候不是要帮我庆生什么的，我那天不是也是就是好像也是一整天没睡，我不是也是说哎、欸、不然我们去饭店睡觉好不好？我那时候是真的站不住欸，因为那时候谁？我们是约几点唱歌？约五点唱歌，然后我下午两点其实就站不住，撑不住了。那时候还在逛，帮我逛什么？逛外套啊，逛裤子什么的，我就已经不行了，我就已经昏了。欸，聪明豆，好久以前的了哦。海牛宝宝突然不见了。海牛妈妈也陷入了不安之中，我也跟着心神不宁。什么？你觉得海牛宝宝没有？那时候还有两个人啊，还有两个男生。我跟他讲说，哎、欸，还是我们去饭店、去旅馆，我真的好累哦，对吧、啊？那时候谁舌头也在啊，老居也在啊。我就说，我不行了，要等秀秀出现，我好累哦，我们先去睡一下好不好？中午吃寿司，对吧、啊？啊，你那时候是不是？哎、欸，你不是？哎、欸，是那一次吗？就是你的？哎、欸，不，那时候是最近的，炎笑来淡水那一次，就是啊，前一次啊，你的衣服又吃了寿司吗？就是我们这位九口啊，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们出去吃东西，他的衣服总是会吃到酱料啊，吃到饭粒啊，吃到寿司。很厉害哦，厉害了！干，那是上次没有，前一次也有，前一次那时候是裙子吃到，上一次是胸口吃到，我都记得好吗？不要考验我的记忆力，我都记得。你也知道，我们处女座是最记仇的，好吧？最记仇的处女座，比天蝎座还像天蝎座的星座。然后替换，结果忘记灭亡之歌的效果。哇，这时候你就赶快退出啊！你有没有存档啊？你遇到社委要先存档欸。没事啊，你一定有存档，又不是给你临别礼物。正抓米粒龙，一直在临别礼物，真气死！啊，花园怪也是气死。
环顾冰河区找海牛宝宝。海牛宝宝，海牛宝宝，海牛宝宝。嘟嘟嘟嘟嘟嘟嘟。哎，我来这干嘛？啊，走错啦！唱歌，哎，一凡要约什么时候？我今天又逛了一次淡水，现在脚好痛。好问题，你想要什么时候？我又没差，我顶多，我只是找车位可能会找久一点。重点是你啊，前几天去淡水好多人，暑假啊，没办法。我想吃淡水的王美冰，哪一个啊？我们没差，糟糕了，没差就是看。我想一下哦，如果要去那个，就是淡水对面的那个，阿童在这边，淡水最对面的那个大楼啊，我想一下哦，就是那叫什么什么都什么忘记了，那个11点才开，就是如果你要去汤姆熊玩啊，或者去吃寿司啊，吃什么的。他们是11点半才11点好像11点半才开吧。那如果还好的话，反正附近有那个有 KFC， 有麦当劳。我也是今年8月初的时候啊，我一个 mod 带我吃第一次吃我人生中第二次肯德基。我平时很少吃肯德基啊，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吃肯德基。捷运站对面那间，对啊，大都会啦，大都会啊，想起来大都会那栋大楼。大都会，一二楼是那个什么 Uniqlo 嘛。怎么我好扯啊？就没有再吃啊，没办法、啊。平时已经很少逛街了。不要咬我！不要咬我！你给我过来！臭章鱼！以毒攻毒啊！你不怕毒？你搞我短？不信？你一定怕毒？不是你啊，你活该。为什么每次泥泥鳅大量发生这么少？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地面生物跟那个水跟它抢到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哎，还是那个一凡，我把 Switch 带过去，我们去玩一二 Switch， 我们找个空旷地方，看要去麦当劳，还是去那个去个旅馆？不是我跟你哦，是我们一群人去旅馆里面玩一二 Switch。还是我们在淡水的广场啊，跟跳舞大妈他们一起，来各位一起当邪教，有没有？那天有谁？那天还有两个人，我就带食物取过去，我们来玩夜食物取吧。
我中毒了，也不是不行，好，我就带过去。海牛宝宝进去之后，如果被说，如果中物的话，可以击破他。哎、欸，刚刚我就是说这个啦，这个刚刚我在找中物啦，原来是主线还没到啊！妈的，你那臭章鱼过来，就你最臭，丢你！不一样，认真要玩 Switch 吗？我是说，我是说，我们那一天，我们后天要在捷运站玩 Switch。我带带看啦、啊，反正，我竟然把重物拿去啊，拿去丢那只啊！这边有哎、欸，哦，我用生命拿这颗石头，你要懂得感激啊，海牛宝宝。你 Switch 有三个单人游戏，然后你一个都没玩过，哪三个？天哪！问一下，玛丽露丽算兔子吗？算啊，他从老鼠变兔子哎、欸。我说算就算，阿尔朱萨尔达，哇！我要扁你，我跟你说，你明天你后天见面，我一定要捏死你！我跟你讲，阿尔宙斯跟萨尔达肯定要玩的，珠子，哎，珠子算第三名了，好不好？阿尔宙斯跟阿尔宙斯可是成。前阵子是 Switch 上投票第一名的游戏耶，哪一种桃最难吃吗？九桃，谢谢哦。你懒得开屋，可是真的很好玩。摸摸，哦哦，他。我故意不摸这边。哦，好痛哦，好痛哦，好痛哦，揉揉呼呼。哎、欸，这是要揉还是要摸啊？我不知道哎、欸，对不起他，我干嘛？我刚刚没有看，哎、欸，他要干嘛？他是要我摸吗？好像不是哎、欸，放着就好，是不是？哎、欸，他要干嘛啦？我刚刚没看到对话啦，在看聊天室啊。哦，好嘞、欸。哎、欸，他是要把我长按没有哎、欸？我现在是两只手放开，我在用我的念力。什么意思？靠近这边才红的啊，原理对啊，他是不是要我用我的念能力啊？奇怪哦，哦，大概懂了啦，应该就好了。我不懂，我不懂。然后嘞，我该不要骑他吧？带着海牛宝宝出去吧。来，我要射你了，要不要过来？快点哦！把你扯出来哦！哎、欸，我怎么处理啦？哦不！不要啊！不要啊！我还只是个孩子啊！射他！海牛攻击！我还只是个孩子啊！看不出来吗？
我还小，我还小，我还很瘦。哦。啊！哎，就跟你讲了，小心一点了。你看吧。哎，走。你看，你再不听话，就跟这个肉片一样了，在笑啊，叫你走不走，叫你走不走啊！好了啦，哦。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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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死啦！你过来这边可以呼吸吗？过来这边，来吃鲨鱼肉。你看，因为生态矮，因为物那个资源缺乏，平时吃海草的海牛也开始吃鲨鱼肉了。我觉得想不到的话，就汤姆熊好了。想不到什么？没有啊，其实很多地方可以逛啊。这两天啊，这几天我逛淡水，有大概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玩。应该说淡水要中午之后很多店家才开，十点之前其实没什么店家，你会蛮好逛的啦，就是很多刚开的店家，然后路上没有人，会蛮好走的。今天本来降雨几率是 40%， 结果昨天看降雨几率 40%， 今天早上看变 2%。 那你带路可以啊，就还是去汤姆熊。汤姆熊会去啦，就只是之后选择嘛。前面先看说有要逛哪边啊，带买什么纪念品啊，还是什么的，懂吗？就是前面可以先去逛想要逛的，后面再去汤姆熊。那。反正那个大楼有什么？有西提，应该是没有要吃啊。有西提，有藏寿司，有汤姆熊，有咖喱，有火锅啊。如果不小心沾到身体，1、2楼又有 Uniqlo 可以买，对吧？那如果要看电影的话，可能要搭一下公车啊。Uniqlo 行啊，带我们到处逛，可以啊。只是我真的讲哦，我头发都没有去整理，也没有剪，我现在很颓废哦。我现在很颓废哦。你就想想，就是那种乞丐啊，2年没剪头发的乞丐，头发都没有剪，也没有理啊，有打结。看主播潜水，好想去玩水哦！对，讲一下哦，就是鬼门开的时候不要去玩水啊。听说尤其是今年啊，今年是说黑兔年啊，黑兔年是60年一次的，然后水鬼特别凶。虽然以往水鬼都很凶啊，但他是说今年水鬼特别凶啊，所以各位不要去玩水啊，好不好？你还是帅哥，你根本没看过我，利恩安，你根本就没看过我，不要乱造谣，好不好？你根本就没看过我，就到时候我们四个人就玩光遇吧，四个人在捷运玩光遇。反正就不能随便玩水了，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不要玩水的东西，
啊，只是他说是今年特别凶，但有时候觉得，哎，讲都是每年都讲一样的话嘛，然后出事情了就会说，就说不要玩水吧。可是，就算没有夏天去玩水，冬天玩水也会出事啊。通常啊，不会游泳的人就不会溺死，不去玩水的人就不会溺死啊，一样的道理。好，先回家。我麦快也溺死过啊！啊，以为自己很强，啊，跳下去，啊，直接教做人，重到水槽。洗澡也算玩水吗？你如果不用沐浴乳在里面嘻嘻哈哈的话，那算玩水，好不好？你如果没有想要擦拭身体、洗头、洗脸，你就只是在浴室里面在拿着莲蓬头喷来喷去、玩来玩去，那是算玩水啊。祖父他病哦。再讲啊，现在人那么多，就是这款应该主线过完后啦，就不会再开了。我想要私下玩啦，因为玩这个其实怎么讲，虽然可以问聊天是蛮快的，但是我私下其实也很想，就是一直单纯不想走主线啊，单纯就只是想要经营餐厅。还是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我反正不管主线，我去管我的餐厅就好。好像可以耶。要你干嘛？我是要拿这一把啦，白车。看一下哦，武器店。来挂台了，嗨，你晚安。哦，三选枪。睡眠枪不能强化，太扯了吧，太扯了吧，菜了吧，这是什么霸凌？对嘞，蜘蛛蛛，哦，珊瑚蛛哦，怎么看成蜘蛛蛛？吸血鱿鱼的脚，弹药七发，命中两发可使大型鱿鱼睡眠。大型鱼类，完了，我的眼睛不太耗时啊。嗯，好，要干嘛？我要干嘛啊？好，感谢发罗。想到几天就要见你了，好紧张哦。阿明就两天，你是17号哎、欸，哎、欸、还不行吗？明天。你知道今天15号也是突然很临时，有人就是说，哎、欸，那我们约15号啊。我说好，那就今天15号出去。很紧张。不会啊，你看努努跟于娜，他们其实也见过我了啊。虽然那时候于娜她看到我的时候真的也是她那时候看到我很害羞。可是当她跟其他人去玩那个冰上那个桌球，哎、欸、曲棍球的时候，就整个玩得很开。我想说啊，看来我是多余的，你看，因为我的关系导致有一个人畏手畏脚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啊，这样不是很好，不能因为我就畏手畏脚的，就这样子不好不好。哎、欸，我还是觉得带，哎、欸，好吗？我想一下哦、喔，算了，就这样出门吧。渔人村。没关系啊，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我就只是个普通人，
哎，我就只是个不喜欢出门的阿宅。看一下哦，章鱼，需要你过来，叫你过来。啊！那。小飞象章鱼，过来！太扯了吧！你怎么那么耐打？耐打！小飞象章鱼，哎呦呦呦呦！什么？毛牙蟹竟然可以把橘色看成蓝色，毛牙蟹竟然可以把橘色，什么意思？什么叫橘色变看蓝色？它色尾不就是蓝色吗？有啊，我那时候我开始刷色尾，第一只就去刷毛牙蟹啊，应该是吧？啊，不是，是胖丁，但是胖丁真的是太难刷了，后来才改刷毛牙蟹，要不是为了优主播啊，哇，牛啊！欧弟安安，哎、欸，好久不见！我靠，哭！欧弟，好久不见啦！最近去哪鬼混啦？啊！你第一次抓到爬地刺，我第一个设尾是哪一只啊？乌鸦。我第一次射尾是乌鸦，那时候是要前往一般系道馆遇到的。那时候还晚上，然后就是跑着跑着想说，哎，那边有只毒电影眼，去看一下，就是黑暗鸦。好久没坐在电脑桌前了，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你去当国军了，辛苦了。还是你被抓去关，那个对小女孩坏坏，然后被关，房间乱到坐不下去，靠腰哦，你连椅子都没办法坐。应怀安安。我要去找那个细细长长，然后鼻子很像海豚的那一只。我会找那一只出来。终于有干净一点了。你没位置坐，那你就只是把椅子挪开就好啦。其实像海豚这款游戏啦，就欸，靠近它会中毒，很像海豚的一个。这只130到250。哎、欸，那我顺便看一下哦、喔。
这次在潜水嘛，东城，东城。挂台，好，吃吃掰，吃吃掰。我觉得它蛮像海豚的啊。奇怪，平时这边就可以遇到它了，哎。啊，怎么又没了？平时随机性不这样弄，在搞我是不是？帅哥，你先离开了，拜拜，拜拜。哎，不是啊，我们还没有联络的方式啊，要怎么到时候怎么联络啊？我平时也不看 FB 的，哎。人类跑了吗？完蛋了！那你看哪里啊？总不能打开光遇问说你们到哪里了吧？要打开光，哎、欸，繁星没上线呢、欸，繁星不在线上，那怎么办 ？DC 私讯，我们没有 DC 啊。好啦，不然晚点。你不然你现在你 FB 去，你 FB 给我你的账号，我现在接好了。啊，就是他，就是他，还是你去看那个哪里？那个淡水一号出口看到有人在玩一二十五曲，那个就是他，那就是我。可以啊，可以吗？你有吐窝，你同吐窝的要我们啊？可以啊，还是你直接从吐窝私讯我？你有加兔窝，你不会说、哦。好，那你从兔窝再私讯我吧。哎呀 ，DC 我就好了啦。哎、欸，不对啊，你有兔窝，那你 DC 我就好了啊，白痴。那其实好像没事了，没事了，各位。刚刚都是啊，危机解除，危机解除。我现在没有订阅了，没事，是好事。不要花钱在我身上了，没啦，开玩笑的啦，有闲钱再给就好了。对啊，是什么意思？对啊，不花了啊。对啊，不花了啊。爸、啊，你刚才嚣张啊啊！啊，嚣张！下去吧你，快！需要你。我只有丢 YT 这边抽好凶，没事啦。这边其实还好，哎，还好凶，没事。可是我 YT 现在真的比较少开啦，拼看看啦，先拼看看勾勾嘛。先把勾勾拿回来看看，只是应该是很辛苦的一条路。看看到时候九月吧，九月宝可梦那时候再拼一次看看，对不对？宝可梦再拼看看，因为上之前在珠子的时候是双开，看到时候再突起单开，可不可以拼到勾勾？拼回来。不用啦，白痴！
哦，你到时候请你喝饮料，用你的钱请你喝饮料。感谢一凡三个月。还是要讲，好哟，你三八啦，就跟你说不用了，真的是好。谢了，不客气。哎，你喝，你都喝糖度是大概多少啊？微微、半糖、全糖还是什么？你敢回我什么？跟你一样甜，你试试看。我直接后天带着一包砂糖去找你。扛着两袋砂糖，但我相信你不会这样讲啊。怎么没有了？这么少？我想找那个金鱼。走开啦，不是你啊，又不是金鱼。原来有人要去淡水找教主哦、喔，已经加上今天已经第四个了，然后后天还有三个。跟我一样微糖吗？欸，可是我是苦哦、喔，我就是太苦了，所以要加点甜，好吗？虽然最近开始在喝咖啡，不过，哎，不过啊，喝咖啡，因为我平时不喝咖啡嘛，我就在想说，会不会那天小鱼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喝咖啡的效果？怎么不用睡？跟我一样微糖，你是说我笑起来很微糖吗？请问微糖是微糖的笑是微笑吗？可是微微的一笑不是应该是乌梅子酱吗？干、欸、不是你，你不是乌鱼子啊，不是乌鱼子精，乱讲话，乱讲话，哎、欸、干，我来。哎、欸，带咖啡找教主不用啦，不是我喝三合一的、欸，我要喝加奶加糖的、欸，Harry 安。而且不要送我冲泡的东西啊，因为我平时没在泡东西喝的习惯。之前于娜送我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状况没很好，然后于娜那个小天使他送我花茶，但是我还没喝完，但是过期了啦。就是我平时不太会泡东西，结果他那个我只泡了三包，十二包入的，我泡了三包就过期了。送你一包一包，你，哎呀，是不是刚讲完就说不用了？哎呀，哎呀，一凡，好了啦，我跟你讲，什么最有诚意？你来我家一包一包泡给我喝，啊，逼着我喝。我说繁星喝药咯。繁星爷爷要喝药咯。对吧？繁星九九。哎、啊、你们想看我侄子吗？我昨天有拍他。可是我手机一样就是要先暂停掉。等一下哦。我手机先暂停一下，我的皮可能又要关掉了。等一下哦、喔，帮你泡好，不用啦，搞不好
到时候直接买饮料喝就好了啊。我本来以为我按的是录影，结果按到是拍照，白痴！不然他刚好是九九，结果我没按到录影，按到拍照，哎，白痴！这个九九怎么那么白痴啊？等一下哦，储存，哎，这个是我外甥。是不是很可爱？侄女哦，侄女就算了吧。可是侄子也越来越讨厌了，哎，他，哎，动不动就开始狂尖叫，然后就开始很烦。我就在轻轻拍他的脸，拍他的脸，他一开始会很喜欢。可是拍了大概第四下、第五下就会开始哭、开始尖叫。我说：“哎、啊，你活该啊，不听话被打、啊，怎么之类的。”然后家人都说：“哦，拍狼，应该说他，国语是哦，坏人起床了。”对，我都在扮黑脸的角色，因为我躺着嘛，在滑手机，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吵、一直吵、一直闹、一直闹。然后我家人就说：“哦，坏人起床了。”我就。好了没啦？要哭多久？然后就闭嘴说不要，不要。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看吗？因为他刚被我凶完，然后我就说，哎、欸，他刚被我凶完嘛。然后他，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指着他的头，对不对？因为他想要抢我的手机啊，抢我的宝可梦的那个宝可梦的东西，然后。他说不要，然后刚他就刚哭完叫完，然后又看着我说过来，我说不要，然后我说九九，我说他就回我九九啊，他就靠着我。他的脸很 Q， 反正就婴儿肥啦。然后他最白痴的是什么？他现在只要尿尿啊，就是尿布里面尿尿。他只要就是尿那几滴或是有尿尿，他就是把裤子脱下来，什么意思欸？他说要换尿布了，然后这个行为其实很浪费，很浪费尿布。他就只是尿了大概四滴五滴，他就把裤子脱下来，超变态的，突然就是靠近我，然后把裤子脱掉，我就说救命，有变态在我旁边脱裤子啦！他以前不会，我跟你讲，他以前他都是冷到很大包，很多，然后他还不让人家换哦，就是我们要脱他裤子，他会哭着叫不要啊，他会哭着说不要啦，不要啊，他会这样子哭，一直哭啊，然后哭到后面就会哭到后面变成怎样嘞？直接在你旁边脱裤子。哎，然后我家人都说，哦，鸟鸟要飞走了哦。哎，反正小孩子都这样啊。哎，就觉得真的不是很喜欢小孩子。我也讲啦，我如果人家是说什么你画这种图很适合去幼稚园当老师啊什么的，我说不行欸。我会跟小孩子抢玩具啊，跟小孩子抢点心吃欸。然后小孩子只要尖叫再闹，就开始没耐心了。等一下，我下次要我要抓不吃。50-130，珊瑚礁以鱼类为食。爱月五二九安安，所以读幼保科都是强人。对啊，我之前其实有认识一个，啊靠，要不是你，我之前有认识一个
小粉丝他幼保科的，我就说你这么喜欢小孩哦、喔？他说小孩很可爱啊。我说哪里可爱？很吵哎、欸。他说不会啊，你不觉得就很可爱吗？我说吵死了。你蛮打算组幼保的？不要。你知道最短命的职业，真的就是，真的是我还是觉得是老师啦。老师是最短命的嘛，大概就是医护，然后消防警察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我一直都很敬佩那些军公教的，对吧？我一直都很谁，像燕子嘛，燕子他就是医护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说啊，你下班了是不是？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这样子。我觉得护理师也很辛苦哎、欸。你看，我是指那种大间医院的那一种啊，不是诊所的那一种。虽然诊所的也是啊，只是大间医院那种更辛苦啊。你看，你今天家属上面一直欢一直闹，然后而且有跑开刀，也有跑手术房的，奇怪，怎么那么多？不是哎、欸，然后怎么还没遇到我要的鱼？小儿科医生也很辛苦，啊，你说要打针，然后一直吵吗？没啊，其实都很辛苦啊，不是，这也不能拿来比嘛，辛苦的点不一样、啊。为什么说小孩子？因为说老师很辛苦。你们觉得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那个老师最辛苦？我觉得大学应该不用比啊。当然是，一定是从幼稚园到。幼稚园最辛苦，再来是小学，再来国中吧。国中辛苦，国中是叛逆期耶，至少你国中生其实那时候都听得懂人话了吧？小孩子在皮，然后听不懂人话，大便大在裤子上，尿尿尿在地上，对不对？而且现在小孩子都不能打，你看前阵子不是才有那个吗？小孩子被灌，虽然说后面是说是假讯息啦，就是小孩子被灌安眠药，这个事情其实我很早就想做了，但是我没有做，因为小孩子脑部在发育啊，你如果随便乱灌药的话，很危险。哎、欸，我有抓过你吗？哎哎哎哎，等一下，怎么有你？啊！尿在柜台，很正常吧？你那个地方，你工作的那个地方很正常吧？可是你工作那个地方，大人带进去是可以的吗？我很怀疑耶，就是你那个地方，大人带进去应该也算是可以带进去的吧？啊，总是这把枪。我伤害瓷器，我走，总行了吧？哎，你完蛋了，我想一下哦，
对不起，我走中心了吧？我走，我走，是我不好，是我的错，我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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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我都道歉了，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我剩四发哎、欸，干得赢吗？氧气瓶 ，nice， 我们干得赢了，我们干得赢了，我们干得赢了，我又是一回，我又是一条龙了啊！刚刚，刚刚，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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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虫了，又变虫了，我又一条虫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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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这个子弹。你完蛋了哈！你完蛋了哈！你完，我完蛋了。哎，跟你说了，你小心一点了，死了吧。哎，看，糟糕，又，等下撞掉，我会砸桌子哦。来了，来了，来了，没事，没事。我等下下来杀尾鱼啊。最大的鱼，捕文鲨鱼，送到水槽，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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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诶，好诶，好诶，重新派遣，确认，确认。农作物都长大了，快来收拾吧！来了，来了，来了，一定有小麦啊！今晚又可以大赚一笔啦！我最近不玩 Pokemon Speed 了，不喜欢手机放在枕头边的感觉。没事啦，那个摆着就好了。你也不用摆着啊，你不用理它啦，你就乖乖的放在电脑桌也可以啊，不用理它。那个玩法本来就很奇怪啊，手机会放电磁波，所以我手机都是放桌子上啊，所以我的睡眠永远都是啊深度睡眠。没有啦，自从用了那个 Plus 的时候，我的睡眠就很起伏，它会侦测不到吧，对，它就会觉得你已经睡死了，你跟死人一样，跟一个木头一样，都不会翻身不会动。他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死掉了？然后突然帮你叫救护车。啊，嗯，乌安安，农场，不是寿司，好好，三只哎，什么三只？啊。对啊，你们那天说要抓什么忍者的，结果我那天睡死，我没有抓到啊，我没有抓到青蛙，亏烂。哎，杰伊，怎么又是你？是不是喜欢我？
传说你远远真堂，就是他。嗯，那么我的员工就是想的都是因為他手上是不是在握着那个套套啊？好扯，哎，我在等卷卷的社群日，永远等不到了、欸。自从四年前那时候再开始，为了抓卷卷的社群日。就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个复活节有卷卷耳的大那个社群日，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欸。嗯，你是不是剑盾的那个社长啊？意大利之魂。哼。Yes。乔。Amico。阿米可，俏阿米可。哦，嗯嗯，要比什么意大利面哦？意大利面，为什么总是选这种对方有利的主题啊？没错，怎么都是这样子啊？关于自尊心的历史经济学，文森老师就是站在哪边呢？那就在两天之后见啦、啊！啊，这又让我不想私下玩了、欸，可恶！这样私下玩又不能跟啊，算了，我还是私下玩了啊，私下玩。嗯，没有，我今天可以打完那个人鱼主线。嗯，看看了、啊。我知道。有班乔，班乔有在怕吗？他现在很怕。有发现他眼睛变了。赫劳福德。他们要做什么材料？意大利面呢？要种小麦，还有什么？不过也完全取胜，这次就用美洲大豉油、白虾、大蒜。哈，美洲大豉油是有攻击性的夜行性鱿鱼，请在夜间寻找。哎，我都有了啊，不用理他了啊，开心开心，生大蒜。看大蒜，蒜你狠。已故如果哎，买完了哎、欸，我好棒。那我们爱钱。啊、大蒜哦、啊，然后眼睛好痒哦。嗯，大蒜买现成的 哦，好啊。哪里可以买？农场吗？大蒜应该是种植的吧？农场。我等一下去楼下一下可以吗？好，谢谢，谢谢你们的体谅。哇，三个十九啊，不，190，十九个头啊！哦，不对，它是库存三个哦，是这个意思哦。哦，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三个小黄瓜这样子卖，怎么想怎么赚呢？天哪！哎、欸，唐儿安安，好久不见。这应该不用中吧？你的音打错了，是另外一个音，另外一个音啦。对啦，音啦。选择爱钱，要更多的盐巴。不对，盐巴够了。我们来，咖喱那么多了、哦。咖喱日剩几天？两天。员工爱钱，
养下谁？我吗？你是说我吗？选择。哦，凯因怎么那么多？采购能力哦，是这个意思哦。快钱。有声音耶，有啊。不然哈哈哈哈哈。应该换乌嘎嘎。乌嘎嘎乌嘎嘎那个。选择。培训。对啊，这个啊。菜单料理研究，龙头鹰歌鱼，我不要是什么？就我不要啊！你你默默拜拜，我不要就是我不要啊！你在问什么？我不要就是我不要啊！因为我那天就是讲说我要啦，那就我不要。就早期跟他们互动，不是早期啊，就之前在玩其他游戏跟他们互动，说，哎、欸，我要这个东西，然后就他们说我不要啊，没有，之前我不要是我自己讲的，然后发现我自己讲的不好听，就用别人。就我们安妮主播的声音来讲，菜单，竞争，七，七三四七二十八，七三十五。哟、哦嗯！只能做两份。我去买米看看好了，来去买米。你说那只鱼怎么看怎么好看吗？怎么看怎么好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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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买米呀！啊，好赚好赚！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二 Switch 给你们玩？我去洗澡，有办法吗？我开个一二 Switch 给你们玩，然后你自己去洗澡。我没办法哎，如果万一塞到要用 Joycon 的菜单三个。就三个吧，开始一下，确定二十四个，二十四个，新增强化料理，我缺什么？其实我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做咖喱啊？我继续卖这个就好。
你这几个？二十四，十个。好，先这样子了，快点。你们控摇杆吗？不行，不可以。大意了，确定。一个人吃这么大量，我在想说，很多都只是点一罐而已，哎。其实很多都只点一罐，然后他们这样就吃饱就走了、欸。如果打开第二个控制室开关，就要进去海洋。也许今天变弱一些，再去看看。还要去哦，你还要去哦。等一下哦，先带什么？啊，睡眠枪。可以升级了啊！快剧透哦！请问这个是什么鱼都可以抓嘛？对不对？还是大型的鲨鱼那种就不行了？啊，燕子安安，来，这就是刚刚跟你们提到的布里斯燕子啊。大型鲨鱼不行，好。哎，魔王玻璃，然后在哪里看到你的 ID 过？哎。谁啊？啊、哦，住在利诺的台啊！是利诺还是九生的台？我忘记哪一位 V 了，有看到你在聊天室打过字。
啊，这个不行哦，那是不是还是要带这一把？看一下哦，那是不是还是要带三旋枪啊？替换。不知道哎、欸，好难抉择啊！要带什么啊？今天是如果是去捕鱼的话，好啦，这个了。哎、欸，下不去，下不去。哎、欸，不是要下去。哦，你好烦啊，烦心。人鱼村。啊，鼻子好痒，有人想我闻他了。你不是去楼下休息来着？谁去楼下？你怎么这个错觉？谁去楼下休息？不是你刚在打楼，我就在看的啊。然后你说，哎，应该说我点进去就看到你说休息一下。啊！我去楼下做什么？对耶！等一下，哈哈，哇，我都忘记了。没办法，看到燕子太开心了，来抓章鱼。再跑啊啊！小章鱼啊！我哎，放心啦，不会去楼下杀小孩啊，晚上不会有小孩，小孩是在白天出没的生物，晚上不会有。晚上不会有小孩这个生物在。我在想珠子什么是白天出没的宝可梦？有啊，那个谁，姆克尔吗？我记得有啊，完蛋了，太久没玩都忘记了。还是姆克是阿尔宙斯，阿尔宙斯是那个嘛，飘飘球跟阿姆克交替的。你要白天的做啥？我也不知道他干嘛、欸。啊，我啊，我要干嘛？还是我先解任务，解完任务回人鱼村，再去抓鱼。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了。冰河区域，对啊，你要干什么的、啊？你知道他们其实建议是说，你任务就是任务，抓鱼就是抓鱼，不要混在一起，太辛苦了。但是没办法，情不自禁啊，太强迫症了。
没事，就只是问问而已嘛。哇，感觉距离主线结束还很久哎，看来还是有得开哎。好啦，之后再继续开。哦，然后我们那边泰拉瑞啊。其实还在努力啦，就是阿靖伺服器比较忙嘛，就是偶尔开。那但是我们其实一些物资都已经可以度过前期了，不是说前期，对前期来说，我们的战力已经可以直接打那个困难模式了，就只是等哪天我们约好，然后就打完困难模式，让他们体验一下有多难。应该不会很难啊，因为人多打泰拉瑞亚的简单模式真的太简单了。现在就是先让他们体验那个游戏，到底怎么玩，然后正常流程是什么，都准备好了之后。在跟他们玩困难模式，哎，没有困难啊，直接玩专家模式啊，直接逼他们成长。直接教他们做人。该长大咯。而且大师模式跟啊，我没那时候没跟他们讲，大师模式跟经典模式，不吧，简单模式差装备就差了三个了，两个了。格林兰莎，哎呦，我也大师，对啊，就是直接带他们打大师啊。你看。真的饰品栏多了两格，差很多哎。繁星会不会跟外星女说该长大了？没有，我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亚洲家长的做法，我也会这样讲啊。你已经是姐姐了，你已经上小学了，你要给弟弟做榜样，不可以随便乱叫，不可以跟弟弟抢东西。我觉得这有点亚洲家长的做法，可是真的没办法哎，不然他什么都跟弟弟抢，啊，每次都要我拿出杀手锏，这样你知道吗？来，弟弟，舅舅带你出去买东西，然后他才会说，来，弟弟，这个给你玩。我说你在干嘛？你继续跟弟弟抢啊，我带弟弟出去买玩具啊。然后他说我不要，我也要，然后开始扮好脸了，你知道吗？就是开始示好了啊，不懂得分享的妹子啊，开始懂得分享了。我知道我这样做很过分啊，可是啊，他就每次都喜欢跟弟弟抢嘛。啊，其实今天知道弟弟明明想要什么东西，他就故意啊再去跟弟弟抢那个东西，然后跟我们抱怨说弟弟在抢我东西。你出来呀！哇，我抽筋了我。
我礼拜四有没有事啊？有啊，我十七号，我十七号要出去啊。刚刚不是有讲，有人跟我约十七号。你要干嘛？哦，鼻子好痒哦。晚上欸，晚上我不确定我累不累欸。我白天去淡水。是什么？什么沙？什么沙？什么沙？我只记得小时候我哥都不跟我玩，我不会的被屌虐。不是，我跟你讲，我每次跟我弟玩游戏，我都已经啊新游戏，我每次都提前先练习好大绝怎么放什么之类的。结果第一场我赢了，但是第二场后我就都被他屌虐了。所以我觉得我弟没开实况，哎，他曾经有开过实况，他有跟他朋友一起开实况，他同学。但是那时候是我已经哎、欸，他们先提前开实况，我只都在看其他人的实况，就变得后来是我比他们名气起来，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弟他们其实玩游戏是很强的那一种，就是不是综艺咖的那种，是技术台的那一种。但是他们就是最后没有起来。你等等撕我好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让我很害怕。我是不是第一次让你害怕？没有啊，靠腰进错区域了，都你啦，进错满。超立方牙次元，他们是一起玩啊，啊，我们两个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我弟也当爸爸了嘛，比较少在玩游戏了。他现在在玩的是飞镖，没错，就是之前拆渣很沉迷的飞镖。我之前不是有那个吗？有跟拆渣他们在玩飞镖吗？我其实那时候是门外汉啊。是他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然后我弟刚好也有在玩，于是我就是不懂，都在看他们玩，然后我才问我弟说：“哎、欸、呀、啊，那个分数怎么算？那个分数什么东西？”然后才开始慢慢看，然后之后去工作室的时候，还会想说：“哎、欸，来啊，尬一下。”哈哈，就那谁啊，福谦都会说：“哎呦，繁星，是不是很久没射了？来尬一下啊。”然后就是鼻子会去，因为前面我就是射的其实都很飘，很常射在那个靶外。就那时候在跟梅博他们比那个谁要穿小当家衣服的时候，突然哇，突然发挥的很格外的好。竟然在那时候说什么哎，都没射到红心，对不对？来示范给你们看的时候啊，第二次射的时候就都红心了。哎，真的不想说了啊！你完蛋了！那总是你睡着，对不起啦。
有猫，你的名字怎么越来越长？他这个名字是我害的。他那个名字是他要我提醒他，然后领薪水要买游戏。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 ID 改成熊猫，记得领薪水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发现不够长。等一下，那个往右边的冰河在哪里啊？靠，右下角不在这里，原来是这样。对，对，又是我乱来的。那你还没买？那你取这 ID 是干嘛的？你就是状态力要想说我要减肥，结果到现在还是还没减，我没有时间啦。第二通道吗？所以不是这边吗？所以是要去刚刚那个门那里吗？哦，这边没错吧？我也敢。对啊，可是在右边吧？我要减胖，然后胖十公斤。哎，对啊，改这个。我今天开到十点，待会有事啊，待会要去约会啊。啊，这里啦，对啊，就是这啦，走了走了走了。啊，是你耶！你又冒着危险来这边，赶快回村庄吧。礼拜四维修要出限定嘎子，等一下哦。连坐骑都没有，对。啊，所以又，哎、啊、又没有。哎、欸，我以为又要回去坐这个座椅嘞。哇、哦，哇，他这么暖心的吗？他比我还要暖呢、欸。按这个洞穴可以用白金移动，请按下左 Ctrl 破坏障屋。我扛错，不是，我怎么不能骑海龟？海龟可以吃水母哎、欸！啊，这个意思是我只有三格血哟。这可以抓吗？哦，我好痛哦！白金不是这样用的吧？我很喜欢白金哎。Let me go。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叫什么死亡什么鬼东西的。没有这样的哦 ，no no。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意啦，大意啦，一个瞎子加一滴，大意了，大意了。你是个成熟的白金了，你要自己撞、自己逃、自己吃啊！阿小，哦，水母妈妈。哎、欸，我没有武器，我不是带那个武器耶、欸，好扯，好丑。虚无一德，哎、欸，我真的在考虑要不要去玩剑盾呢、欸？有些好像可以去那边白嫖过来的、欸。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好多饮料，好多饮料。记得要买凯岛 DLC 有胖丁跟君君，我知道啊，玩的话就是要买。哎、欸，不是我没有枪，我要冲他小。那个眼睛感觉就是要撞的啊，难道不是吗？我撞，哎、欸，不是，哎、欸，没了、哦，我撞。嘿嘿，阿总被投射物。吃虾子，吃虾子，虾子好吃。买啦买啦买啦！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哎呀！正面说凯岛 DLC 跟 NPC 剑盾不同，喜欢女生就买剑，喜欢大叔就买盾，肯定剑的吧？为了畅想，没有也不是说不喜欢盾啊，但畅想真的比较吸引人啊。嗯，我是盾，没，我是弓。哦，那个好像就是开关了，要去启动干干嘛？好，看，最喜欢看开关了。来来，我们来骑，我们再来一次合体。温的符文这边，谢谢你，谢谢你。剑板难度比较简单，盾板很难，真的哦。没事啊，那也是要等九月之后吧。九月中 DLC 啊，反正在这之中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啊。例如哦，指定其实还有三款游戏啊。那其中一个是什么骑士的元素骑士哦、喔，还没玩，还没跟番茄玩。那个番茄那个本来有想玩，但是我想说再观察看看，然后番茄就送了。
感觉没那么热了，啊、哦，没有那么 hot 了，各位，下面没那么 hot 了。为什么要中英文？你睡觉哦，睡三个。如果安娜的睡眠标加上蓝露珠的啊，蓝露珠的散弹，哇，做坏了。啊，勾过来叫你睡，勾过来给我睡。我是破坏大魔神，就白金被丢在里面了。嗯，也好啦，不然被抓去做成罐头也不好啊，对吧？我是破坏大魔神。之前有强制睡觉的方法，就是之前欧瑞莎的那个球球那个一技能吧，还没有改，还是啊，好意思，还是右键，是丢出一颗球把人家吸到中间去的。那时候双弹的时候，就是欧瑞莎丢球，然后吸的那瞬间，蓝露珠就是用勾的，百分之百勾到，啊不是这里，然后一样也是，就是欧瑞莎一吸的时候，直接用那个小那个安娜的灯戳下去，直接睡着。之前有这样玩过啊，放荡的树桩，你是说分裂剑士吧？就很无解啊。原氏就算有招架，在小房间还是被半藏弹死。那你的准度不用没关系，小房间达人就是半藏。达利亚吧？不是，达利亚的那个是大招。大招他要 CD， 那欧瑞莎的那个那一招不用 CD， 这个该不会是什么甲鱼吧？科斯什么甲鱼的，是不是？欸、这什么啊？游那么快？你看起来，粉红色的蚯蚓，皮卡虫，我是谁？嘟嘟嘟嘟嘟嘟嘟，自然，我是谁？爆头判定很大，被称为树桩。哦，更大的是夺命女哦，夺命女只要打到身体就是爆头判定哎。阿兰打甲鱼，哎，他嘴巴不是倒三角形哎。甲鱼。有没有新道具啊？棒球。玩欧搭队友夺命女100枪没一个，对面玩夺命女一枪两个。第几项？乌伊蒙大拿，蒙大拿，蒙呆奈啊！看一下，蒙大拿。蒙大拿一其余蒙呆奈呀，要走不、哦、有镜子，不是这怎么挖、啊？哦，冷痛蛙哦，哦，那我上面本来有个毒宝毒矿的，我没有弄到，哇，好亏哦，好亏哦，
要再启动一个装置门才会打开，要找找看地上的装置在动不动哭吧。靠，我刚刚才想说蒙蛋奶，反正就讲了。靠，它就是一样的东西呀、啊，科萨班甲鱼吗？应该是同一个吧。阿兰应该也是阿兰达吧。你看，就算是甲。哦，是近亲哦，哦，那应该是没有哦，因为那个鱼在红之前，应该说那个鱼本来就有，只是在红之前。哎、欸，看你好帅哦，睡觉，完了，品没了，这样，哦啊啊啊啊啊，这只，在睡觉，叫你睡觉，哎呦呦呦呦呦。他只能打头，他身体硬硬的，睡觉。哦，他牙齿张开才能打你。啊、不对，他打哪边啊？打肚子。哦，打肚子，但是我要死了，妈妈。妈妈说屁股大才是漂亮。哎，我又是一尾活龙咯。你还乱的吗？你这只鱼是来羞辱我的吗？哦，超难按的啦！蒙大拿一鱼啊！为什么查案拿甲鱼查到是 B 啊？甲鱼啊，你查到的是甲鱼啊？绿宝石，云猛，多西，我想问斗争一李元四和半藏同时开大会不会相拥？不会，要么是元氏泡在龙里面，要么是半藏被砍死，真的很难是直接在原地开个大，然后按招架回去的啦。因为半藏其实不会对着人射，他都会对着墙壁射。因为对墙壁射，你龙不会，你那个不会被弹反弹呢、啊。而且之前蔡渣不是有做影片吗？他那时候想做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一堆原氏招架一堆半藏的啊，半藏啊，原氏招架一堆半藏的画面嘛。但是他说，哎、欸，为什么不会自动打回去吗？他说，不会啊，你要自己瞄。然后那时候。才知道，才知道那个半藏那个原氏的招架不是自瞄，不会自动弹回去给对方，是要自己瞄。我有看过，有啊，我也有啊，我也有弹回去过啊，还蛮多次的啊，只是没有拍到海赖啊。我那时候是弹回去扎利亚的大，然后顺便把半藏的招弹回去，然后但是我死掉了，所以我没有上精彩重播。我那时候一听到阿贡的时候，我就直接按招架，然后一招回去，我准备开大的时候，也刚好顺便招到那个半藏的大，然后但是我死掉了。
老齐斗争一那时候没办法直接存那个海来，这里可以啊，然后两人的啊、哦。这个我知道，马里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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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又不动，我又不动动，我有点又不动。哎呦喂呀！啊你呀、啊、喂呀！我原来可以冲刺白车哦，韩信，你为什么玩游戏都喜欢玩困难模式？宝可梦也是，这款游戏也是，你到底在干什么？好好的简单模式。硬要完成困难模式才开心，看一下哦。找到填满水的方法吧，拉杆，这一定是拉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切换角色。看以前托比昂才 OP 耶、欸，可以放装甲包耶、欸，就看到满满地上都是亮亮的装甲包，很棒耶、欸。嗯？要死掉了。好了啦，繁星，不要再受伤了，好不好？先过去。我同学玩了麦块普通模式，但他一个晚上就被他过关。欸，以前真的是啊，以前那时候玩麦块，真的是觉得第一天是最好玩的、欸。第一天晚上，然后下框那种感觉是最好玩的，不觉得吗？各种原味生存什么的，其实就是第一天会比较好玩。没有啊，他左边没有出现 shift 可以加速。哎呦喂、欸、，shift 冲刺哎、欸，怎么现在才出现？刚刚没有啊。不是你，听我解释。我以为他虚无的可以冲，乌龟乌龟翘。我们第一天晚上地标和洞窟就一大堆怪，地标，这才好玩啊，不觉得吗？这样子玩得很困难，这游戏才好玩啊。嗯，哦，存档点。然后你就不玩流亡浪道了。
哎，说到流亡暗道，我们稍早在 DC 在聊那个暗黑破坏神的事情。哎，好失望哦，失望死了，应该在这边吧。然后，我这边玩地狱难度没有500日以下的潜水衣，打完很刺激，还要升哦。哦，我升满了、哦，哇，你太难了吧！天哪，你那么辛苦哦。原来我升满了哦，抱歉了。原来我已经变成简单模式了、喔。等一下哦、喔，那我要站吗？都好了，放开。那在干嘛？哦。然后切过去，啊，打个信号，号，我根本没按啊，白痴。还出，我根本没按啊！我本来明天想玩 PVE， 但听到番茄说要钱的时候只有三天，要钱只有三天，什么只有三天？没有啊，没有只有三天啊！什么东西只有三天？我已经打，还是我三天到了。哦，三篇哦，没有，他会陆续出。对，你就是400块打三篇，可是，哦，对啊，没事了。我要干嘛？干！你认真？啊，很难呢。哇，他可以绑按键啊，这个小朋友起打胶还难玩欸，我去叫我爸上来，叫我，好难，哦，我的妈呀，扛错、啊、这个咧，扛错，然后咧，我、哦、要同时哦，白痴哦。对啊，他有氪金。对啊，他很奇怪欸，他为什么就是要骗我们的钱？他就不能好好的做一款游戏吗？你看那个博德之门，怎么就是玩家大极度好评，就这原因欸。他骗的不是玩家的靠腰，他不是要骗玩家的钱呢、欸，他是替玩家在着想，在玩游戏的、欸、都留不住玩家。哎，我真的以前是暴雪，也不是说暴雪粉，就是我很喜欢暴雪的游戏。现在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帮他们讲话，也不想帮他讲话啦。哎，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帮暴雪推荐玩暴雪的一个理由了。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你拉一下啦，你拉一下啦。哦，欸，这样子，暴雪才看到一部斗争，本来可以得到这个，背个白痴稿。对啊，我就看到说什么暴雪 PVE 出不了，就是被那个，你是看到那一部吗？我有看到，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因为已经失望透了，也不失望透了啦。而且今天又看到一部是说，制作暗黑破坏神的人根本没玩过暗黑破坏神。我是看到这一部啦，要干嘛？根本就没有玩过暗黑破坏神。干，不会比速度吧，白痴哦、喔。胖子，你给我去左边！但我看错边了。去福特，右转，准备了，三、二、一，繁星，繁星，繁星！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样子玩的，我不信。干，这怎么？这怎么拉、啊？怎么可能？一个人拉得了吗？还是可以的嘛？哎、欸，白痴哦、喔！我在干嘛？我在干嘛？还想跟人家石头比速度啊啊！大智小傻瓜，傻瓜傻瓜，还咬的吗？我看看哦，没反应。哎，哎，等一下哦，哦哦哦，懂了，这样子，然后速度速度。嗯？什么？上面该不会有东西会打人吧？等一下，等一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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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胖子在左边，胖子在左边，胖子在左边，胖啊，胖子在左边。狼人狼，最顶压着一支小雨伞，雨愈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胖子，拿好你的伞。最狼人狼凶一哇。不管风雨这么大，小明我哥，你就小心点。你教我，哇！竟然能在水里跟上我的步伐，人类看来也是急。可是你端盘子端到气喘吁吁，哎。你教我最顶啊！我刷下去也没有下去，但打 boss 了、哦。不是，我没有武器。挂在嘴边的是什么？呀咦，玄齿鲨，是生活足足两亿年前的生物。看来在这附近然后就复活了。加号，加号是五级钢狼拿捞。找无人家你友好，我的妈呀，我没换武器。不过下巴，没有，这是真的有存在过的生物啊，有化石哎、欸，我看哦，人类这个地方从战略角度来说很重要。
它是深海古代的生物，应该有没有看到炼光。我在这边敲打剑木果实，让它睁目眼睛，靠引诱它。哎呀，我们交换啦！牛。我其实还没准备好要打他哎、欸。怎样？是这里吗？但还要移动他哦、喔。哇，他会穿那个哎、欸，好酷哦、喔！咻咻，哎、欸、哥，我要死了，有没有养个气呀、啊？有没有养个气之类的啊？你有想法吗？等一下啦。不是他，干嘛？白痴！他其实按超难控的，我要滑鼠按一按，还要按他上下左右键。你知道调查这个东西？50%的游戏都会有 jump scare。哦，没有哦。好喂。然后嘞，从打开的门进去吧。你的音再打错一次，那叫你去罚血咯。你这样太对不起学中文的人喽。然后今天番茄才跟我们该说，每次都讲说什么摄影老师教的，摄影老师教的，啊那又怎样？拜托，国文那些到后面不再学历史，讲一些古文言文之类的，是有差吗？他今天问我说，所以什么？因为他买东西给我，然后我以为他有买，他说我没买是因为太贵嘛，然后他说什么就算我买的话你也不会那什么什么说什么私下聚会你也不会带啊，难道我买的话我买诶、欸、我不买的话你就诶、欸、我买的话你就不会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是讲正常的说法，然后他就说什么看吧，我说你是不是语文能力有问题。志伟哪里啊，音啦，好到十点哦，好不好，到十点零一分音啦。硬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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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说就算他不买或他买我也会带，然后他竟然回说看吧，我说你的语文能你的国文能力真的是，
然后他就说他国文什么都考没有考40分啊，考0分啊。我就直接跟他讲说，那你不要讲话好了，英啦。啊，我说那你还是不要说话好了。不是他太长，很多时候都是讲话怪怪的，而且英啦，而且昨天在聊东西的时候，因为在聊，他说因为他在练肚子。然后不能思考，我说你是用肚子思考哦，英啦。我知道。然后他们说你是用肚子思考哦，左练核心，然后现在不能思考，我说你是用肚子想东西哦，英啦。哇，莫名其妙打过，不是哦，就累了，我脑袋就会罢工。那你就不要在脑袋罢工，问我一大堆事情，跟我聊事情啊，英啊！你看这样是怪谁？对不对？自己不好好健身，再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跟我讲说脑袋不好思考，你是不是怪怪的，英啦？我们去打刚刚那两只鱼。哎，在哪啊，英娜？快讲！阿雷雷，那个很帅的鱼嘞！现在到哪边？三个门都开启了，门应该开了吧？去控制室入口吧。哎、欸，我是想要去找鱼啊，英啦。还有一只 boss 哦。哈，果然在这里，英啦。约翰·华森，你怎么会在这边，英啦？这是用环保材料和钛金属制作的潜水艇，没有这艘船肯。艾肯 Dash 9无法前往的地方，英啦，我看到奇怪的村庄有个通道，就直接打通过来了，哈哈哈哈哈，英啦，竟然在这么古老的地方都破坏，真是不敢相信，英啦，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就在一个细菌一样下，我让我来消灭毒吧，英啦。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们蓝海谈私家做的我都看到了，英啦，点点点，英啦，果然你这家伙，英啦，难怪我觉得你穿的打光报告是描写很像，英啦。我很好奇报告上写了些什么，英啦，那我就不更能放你，更不能放你走了，英啦。大海守护者蓝海团的约翰华森将去除大海的杂质，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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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打？这固执的家伙看起来是一拳顺服，可是要怎么打完这潜水艇呢？英啦。非得用肉体吗？不要啦！非得出卖肉体吗？不要啊！不要啊！牛啊！牛啊！不是我左边的小拇指好酸啊，硬啦！但绝对躲不掉这个死亡切胶，硬啦！切胶洗一下。哎呦呦呦呦呦呦，好帅好帅！他是恐龙哎、欸！哦，你看你吵到人家睡觉了吧，硬啦！哎、欸，哦怎么办？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古代的长颈龙，克隆龙。天哪！那这家伙站姿怎样是吧？如果不管这种家伙，知道这种没有强壮的人，而且不打这家伙的话，也不可能是啊。那如果不是约翰华森天下人他妈的让军人讲，如果用那个发射的话，赢啦！你怎么不睡觉？去睡觉。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嗯，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妈的！
修蛋鸡嘞！我去呼格西，我去呼格西，我去呼格西！你礼貌吗？硬啦！结束了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哎，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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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我们都一样，对爱情伤了忧伤。我去你的，怎么你会喷火？完了，哎，哈，睡觉。Oh, nice 啊！嗯？对不起，我不该嚣张，对不起。不错。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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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很抱歉，阿伯，妈妈妈妈妈妈，不是啦，需要，啊，我也需要，我真的需要，我需要补个血，哎，吸力怎么重算了？呜呼。谢谢巫医的抖内，谢谢。啊妈妈妈妈妈！噗，要让这个家伙爬上楼梯又糟糕了。要赶快进入建木控制室，让装置恢复原状才行。哎，没想到主。这架无人机到底是什么 ？Hello， 戴夫，你来晚了。银河区域看起来很危险，所以我准备了无人探测器，直到刚刚才完成。哦，培根博士，你在这么深的地方还可以通讯啊？哈哈，我应用了我们，你看，应有没有？应是这个时候才应啊，我们应用了，我们应用了我们科技研究所最尖端的技术和材料啊。这架无人机除了通讯功能，还准备了可加克隆助力哦。是在搭配帮助下完成的。你好啊，戴夫，在这么深的地方竟然还有巨大的冰河，有种在布里，有种加布里埃拉，什么意思啊？加布里埃拉的寒气扫过的感觉，他的孤独我也是能无所谓抚慰的。嗯，总之，啊，口好渴，门看起来应该是被树根卡住了。哦，不是说拿了应该。无人机的切割用雷射似乎可以把树根切断，还有这个功能啊！啊，应该说在我教室中，哈哈，超幸运的啦！那用无人机启动雷射吧。好，我喝水。啊，这东西好硬，跟普通的树不一样。应该要两天，看到没？应该啊，应该。再说一次，应该啊，应该要两天的时间，先去做点什么事情呢？等切断之后再联络你。好诶，我们去扒尸体吧。好诶，掉落物，逆鳞，克隆龙的逆鳞。祖先应该只到这边吧，后面就没了吧。老镜子回家咯，不然要被射死咯。不是，刚刚血量明明还很多的。我们再贪心一下下。
有没有贝壳？有没有免费的贝壳啊？你是什么？你又是什么鱼？啊你哎，不要回来，回人鱼村就满了。哎、欸，对耶，聪明了。哎、欸，有了，连旗杀。有了，我去找刚刚那三只报仇。不如丢！啊，就是你，上来，单挑，不行。哎、欸，你好像更大只。啊！完了，好多鱼，爱爸布，感谢爸布揪团，我是爸布啊，我要关啦，爸布，感谢爸布揪团，哎呦，加班，不可能，我等一下忙，我其实今天。啊，说个好消息，我其实今天没有开台的，可是太久没开台。你看，想升勾勾，但是又不开台，这样你还跟人家讲说你要申请勾勾，没有？今天，哎呀，啊，就是你，你给我出来，你搞我出来。啊，可是我也没有，对不起，道歉可以解决事情吧？肯定可以吧？啊，那我太刚好。哎呦，叫高高开台啦，我就过去。叫高高开台，我把他救过，我把人丢过去。哎、欸，没有，他是不是出去玩了、啊？他早上跟我说，拜拜，我要出门出去玩了。然后他打字啊，我要模仿他口气。拜拜，我要出门了。道歉要露什么？没有凶了啦。对他出门，对。哎、欸，可以加个小老鼠哦。现在这么方便吗 ？Auto 加上。哎、欸，我以前都没打小老鼠哎、欸。感谢月灵哎、欸，谢谢。小诀窍按 Auto 加上可以选取证明最近的传送留言啊哦好我要先找镜子回家了好了直接回人鱼村哎、欸、不是回人鱼村吧直接回小艇就好了吧啊我没 K叫番茄开台，不可能。叫他开台，啊我，啊浪费，我还想去捞鱼的啊浪费，可以追随一下。对啊，肯定追的啊，我肯定是在月灵之前追的吧？嗯，确定。啊。移动，好。
竟然海马没有带去存。你拍了什么照片？甲鱼，我拍甲鱼。这是什么蝌蚪？阿兰达甲鱼。喵。喵。我叫其他人追啊！哦。呜呜。哎。这又是暴雨吗？是不是晚上又有什么坏坏的鱼了？对啊，不是萨卡板，不是假，不是今天那只假鱼啊，很可惜耶。啊，现在是什么任务？好了，我们先到这边了，感谢各位，感谢九团、啊，有没有推什么频道啊？我们把人丢过去。确定，小黄瓜长大啦，小黄瓜们，他们一键收成啊？没有，对不对？辛苦啦，李恩，拜拜。阿兹卡班甲鱼。你要男主播还是女主播？不知道哎、欸，不认识我的主播，肯定要不认识我的吧？每次带过去认识我的都说是男神哎、欸，那我就很尴尬，我就会无比尴尬。小黄瓜，小黄瓜，哎呀，我的妈！糟糟，糟糟，你知道糟糟我 follow 的比你早吗？你是说那个穿恐龙装的糟糟吗？但是我好像没有追随人家啦，因为我那时候是透过别人纠团过去看的。然后就忘记追随，到现在一直忘记追随。蓝色恐龙，对啊，不是蓝色恐龙吗？无界哦，好啊，放无界那边。对啊，就是那只蓝色恐龙啊。看我。我低很多台啊，小心一点啊，不要被我撞到啊！哎，青蛙拜拜，爱茶的拜拜，奶吐司拜拜，莉莉拜拜，月玲拜拜，雪莉拜拜，红原拜拜，法布拜拜，宇轩拜拜，小小子拜拜，番茄拜拜，徐月拜拜，顾玉渊拜拜。我那时候无忌这个名字啊，他的名字我是叫了四天，我是叫他无边，叫了四天才改成无界的，很扯吧？哎，这是我们无界的台。那是他本名，我知道啊，你们又说他是本名啊。好了，来过去哦。啊，不用乖，没关系，尽量嗨，尽量闹。好啦，大家拜拜，明天见。